切得下来一定要治标。哦，治本治吗？中指治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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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治本治本治标本。治标本，先从保养开始。对，来子晴先下来好了啦，快点去缝合。很需要拯救。可是我拯救不会只拯救中指啦，需要人手，因为其实我手蛮干的。对，我就说其实他现在手部的保养可以比照皮肤脸上的保养来做。嗯，所以呢，我们一样帮他先敷手膜。敷手膜。对，就这个我先把它敷上去。好。哇，真的是真的，我没看过，对对对，戴上去。Hand mask， 谢谢，没看过。我们先敷上去，再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再好像个手套。对对，真的。是手套。我要戴一个手套，对，手套还蛮需要的，手套就好了。对啊，可以顺便护手。对啊，高级。里面已经有光疗了，你不要了，你做好就好了。而且，你后面那两个，他都有帮你写好哦，左右手。好贴心，对不对？这个是 R， 是右手。啊，然后这里呢有 L， 左手这个左手，然后它里面呢其实有双层，一层呢是干的这一个，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像不织布的膜，就是让大家有看到吗？有，对不对？嗯，然后里面的保养成分呢是在不织布里面这一层，哇塞，在深对地方，对对对，说好，然后你就可以呢。左手套进去，对，放进去。哦，好特别的感觉，好帅哦！对对对对，你摸到保养成分吗？恐怖箱。好，水水。然后这时候呢，这里有一个胶带，你可以把它撕掉，你就可以不会流出来。对对对，你就可以封住了。这设计很棒哎！而且它最棒的一点是什么呢？可以滑手机。对。哇！太贴心了吧！换了啦，又换了。你们两个应该可以吃炸鸡，对不对？对啊，一边保养，外面还可以吃炸鸡。对，它这个特殊的材质是可以滑手，是可以滑手。太特别了，可以换看看吗？我其实以前有用过，但我觉得很麻烦，是我戴了之后就是像废人，不能做事了。来，你要打去哪里叫外卖？真的可以。每天敷吗？没有，你就特殊状况，比如一个礼拜，像他现在比较严重，他一个礼拜可以弄个两次。对，这是一个来自瑞士的品牌。然后呢，当初成立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创办人啊，手很干。不是，因为在瑞士那么，它是一个很冷的地方，然后那边的军人呢，其实他们很辛苦，他们呢常会被冻伤，然后就找了一些呢在瑞士当地的一些成分，看什么样的成分可以对于皮肤的修护是有帮助的，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瑞士呢，你知道瑞士最有名的一座山，劳力士，阿尔卑斯山，在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呢，其实呢，它呢里面的泉水非常的纯净，他们就用它的泉水来当所有护肤品的基底，哇，对，所以它的护肤品都是非常纯粹的。然后再加上呢，知道瑞士的国花是什么花吗？它叫雪绒花，雪绒花，它是瑞士的国花。它的修护力是很好的，所以呢，这个花的植萃成分其实被很多各大知名的品牌运用在抗老或者美白商品里面，可以美白啊。然后这一个手膜的主要成分就是雪绒花，明白？它还有呢，阿尔卑斯山水。对，还有葡萄籽油，所以它很滋润，很滋润。大家有分尺寸吗？因为其实它蛮有，它蛮大的耶。其实我觉得我男生应该也可以，男生也可以用啊。对，可以。然后我帮你，我帮你。而且因为它里面那个蛮多的，我觉得我用完也可以再给老公用。哦，你先用一下，再给他用。就一份我用完，然后再交接给他。如果你老公的受损状况没有你那么严重，他就平常就擦护手霜就好了。就头系列的雪绒花的护手霜，然后我觉得它很棒的，它还有指缘油。哇，而且它的指缘油。怎么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就在里面吗？不是在里面啊！哦，不是哦，是指缘。你的指甲在哪里？我的指甲。你现在可能你得在指缘哦，新妹姐可以放你的指缘。就这样吗？对对，哎，这味道这样子呢？然后对，味道很舒服。对，
给你。好香哦，好香，好像味道很舒服。原这样子，瞬间就吸收了。就会问现在在干嘛？就是这样子。哦，他修复侧面很嫩，对，就帮你呢修复呢，因为很多人的那个指缘常常会有那个叫什么刷刷出皮，对对，会脱皮，要把它拔起来。不要拔，那很痛，要用剪的。对，我们现在还要，他可能还要再等个十分钟左右。真的好赞哦！赶快来看看瑞士之花，瑞士的国花雪绒花。对对对对，我们来帮他打开。哦，好不灵不灵。你看我的手变白耶，好白哦。真的有点白哦，而且手纹也刺哎，对，两个都刺。那中指现在看起来是硬了。原本粗糙又破皮的手指头，经过手磨的滋养修护之后，变得白泡泡又咪咪，白皙又滋润，这才是老板娘该有的手啊。接着下来。